哎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这一版这些被砍的我们不考虑，吸血鬼不还是不太适合，努努没啥用，基本上上路改强只有嘉文啊，嘉文跟茂凯。我觉得这版最强的是这个卡玛，你们都说是 nerf， 但是我觉得是 buff。卡玛配上赎罪神石啊，应该是这一版最强的，真的。这一把你看我们是饭啊，我就蛮哦狗头人了，那我不要选卡玛。狗头人，我们选一只干飞他的啊！身为一代狗王，我们是不能忍受任何的狗头人在我们面前耍农兵的、啊。抱歉啊，狗头人，还有杰，你们都很怕一个角色，你们都很怕一个角色。盖伦 ，What？ 没有想到，既然最后一把是玩盖伦，我这把遇到狗头人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了。我们狂风之力，一套秒杀狗头。盖伦上一秒被 buff 过来，结果 buff 过了以后，居然胜率没有变高，也是蛮神奇的，是蛮神奇的。在不死之窝，看来他的水平很低。胖叔叔晚上大香肠你又来了，可以给我一个微笑吗？大香肠你又来了，好啊，不失礼貌的微笑，大香肠，我们普攻加 Q 是盖伦的最基本模式。当你想吃兵的时候，我就会无情的给你一个普攻，然后重置 Q。爆砍一段，爆砍，这个人这么嚣张吗？每次都来才能让胖叔叔记得我。加四百，是可以要到没戴眼镜的。等，又吸奶又吸奶，什么水平？他妈又吸奶！你要不戴眼镜版本啊、哦？我眼睛很小哎、欸，我不戴眼镜看起来很奇怪啊、哦，看起来会很像变态、很猥琐那种感觉。不然你看，你看我不戴眼镜，我不戴眼镜就看起来像变态，而且我近视那么深，不戴眼镜看起来像变态。不然我把这个眼睛全力睁大。你睁啊！算了吧，还是戴眼镜吧。你们不要再叫我不要戴眼镜了。因为到底一个狗头可以这么抽吧？我们是盖伦呢？哎，我们是盖伦呢？一定会有人以为他很烂，但是他其实做的事情是对的。他必须要把那个线洗完啊，他要把它洗完，他的线才是好的，不然就会被我控线。所以他是在做对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把不适合出狂风之力，你们觉得要步履破坏者狂风之力，不然看你们吧，看你们吧，我都 OK 啦。想要狂风 OK， 那狂风吧，一套秒杀狂风之力盖伦。这次可以来一个吐舌头版本的微笑吗？吐舌头要怎么笑啦？不是啊，吐舌头要怎么笑啦？不要叫我吐啦，还想加十二啊？我不大哎、欸，我骗大绝了，他死不大哎、欸。Slowly song, please. Please slowly song. 狗人，干嘛？过来，过来。你应该不会放弃这十二层吧？对狗头来说，十二层就是一切啊。你应该不可能会放弃吧？哎、欸，你还是放弃了，挺四象的。开大了，让我走。怎么样？我就控制。你奈我何 ？You 奈密合。哎、欸，你就用一推兵。W 挡塔结束，你没有大绝了，这一波结束，慢推进去大夫结束，这血有点多哎、欸，没有大绝的你是不可能活下来的、啊，狗头人，拍谁啦拍谁啦，艾伦要大夫别人哈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太会注意的小重点，就是你一定要先普攻，再用 Q 重置普攻啊！你一定要多偷一个普攻啊！而且你的E不要转完，你转完以后 R 完以后还要再接一个普攻啊！所以你这个大夫的一套是你普攻，然后 Q， 然后转 R 完以后马上再接一个普攻。如果在沉默内做到这些事的话，那你的一套会最痛。基本这个基本的事情，大概钻石以上的人才会做到这么基本的事情。胖叔叔边吐舌头边笑不行，那可以给我一个边舔边笑吗？
干，你的边舔边笑不就是要我吐舌头，然后还要动，然后还要笑吗？我不要啊，不要啊，很变态啊！我怕这个聊天室觉得我们很变态，所以我们，我不就白痴吗？啊，你要做动作不就是白痴吗？干，我在逃跑了，你怎么死了？沙小，什么水平嘛，狗头人！狂风之力盖伦，直接边绕看边转死他，好烂啊，狗头人！他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呢，所有人站在我面前都是被我屌打，所有的 AV 8D 站在我面前都是得带啊。すごい。都是一个袋啊！暴打140块，好可怜啊！他妈才140块。身为一个改论，伤害的极致就是出这个啊，出这个狂暴力。哎，观察一下狗头的动向，不出来吗？他一定会吃这个石头。来，狗头一定吃石头。我们等大绝，等大绝。轻松带杀，狂风之力盖伦就是这么的无情。狗头人在我面前只是一个菜而已。我们把下面清起来，然后直接转中，结束了，这把轻松的结束了。我可能会出个时间，因为毕竟杰还是有点伤害，我们出个时间比较不会被他杀。之后还有活动吗？逻辑的，还有逻辑的，逻辑这次要弄什么？我不太知道，好像是键盘。看我一直送你们，一直送你们周边，好爽。妈聊天是免费的，妈有的看还有的拿，真的好爽，好想当你们。你好像，老干，不要，爸爸不要，嘘，那交闪又交闪又交闪，你是中路不可能打出辅助吧？中路不可能打出辅助吧？喷他喷他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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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对啦，就这样啦。没事啊，这把应该是拿下来了。无限键盘吗？应该是吧。G733键盘，这个是键盘，两个键盘。但我现在一堆周边他妈寄到我家来，免费让我用到手。他一定会过来吃，他一定想吃。他来，你进来，你进来我就秒你。转角遇到爱，转角遇到爱，七夕情人节转角遇到爱。干，我的爱呢？来了，我后面来了，结束了，上票了，上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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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盖伦后方出现，下去 ，easy， 冰，全体收割结束。别跑了，你真的别跑了，我有时间，你们别跑，你不可能跑掉的，你已经没了，你已经没了。就不给打字了，不给打字什么水平？哦，哦，有你妈个头啊！我们大绝这版打300加30%损伤，这么少吗？哦，还不是满等的，450加35% ，OK， 35%真伤哎，35%。真伤哎，450加35%失去，那大概半血就残了。这 EZ 在后面看，什么意思？我要从后面来了。结束。哎呀，对手的水平太低啦！明明我们就这么强，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遇到这种对手。啊，有时候遇到这种对手还能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有时候我遇到这种对手我还能输啊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分数叠得这么低。啊！哇呀，都不给啊！轻松获胜，这把，姑且给他一个赞吧，姑且给他一个赞吧啊！得得，轻松上分，伤害全场最长，本人也是全场最长。我们本人跟现实跟，什么水平？又吸，大象。
香肠，但非他没有在跟您开玩笑的哦。直接边绕看边 everybody 当当当当，你奈我何？你不带、欸？不要，他妈又洗。所有的 everybody 都是被我屌打，傻小。